今天端午节，我们来到菜市场，准备买点好吃的。鸡婆想吃啥？想吃鸡鸭鱼肉。鸡鸭鱼肉。今天过节肯定要多买一点吧。是的。买几个大菜。对。鸡，我昨天买了一只，家里有。然后有鸡再来配个鱼，好吧？要买粽子，端午节必须要粽香、艾香、满堂飘才行。我再来一把。收钱包到账15元。桂鱼多少钱？要多少？哎，桂鱼不买，太贵了。他们这拿人家卖十斤的也是9块，卖半斤的也是9块。来，给我拿这条来，来这条。可以吗？哎，对。一条够不够啊？一条我们够，一餐吗？一切成鱼片就没多少了。我之前都是19，过节涨一块。啊，你不杀是吧？你打杀什么？这条鲈鱼做酸菜鱼是不是有点少啊？不少，走。我想再买一条。不买，太贵了。拿个小的，那个罐子要空了。腌菜罐子要空了，拿个菜。3.9。小米椒搞一点。3.6。2把够不够？2把够。拿3把。好，炒一大盘，3把。嫩小煎1元1把，3把3元。好了，有鱼，家里还有一只鸡，啊，今天妥妥的大餐，看我来发挥。OK， 期待啊！好，刚买菜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有一只鸡。我看这只鸡现在在锅里，我们还是做的是白切鸡，已经泡好了啊！哎呀，这个皮千万别破了啊！放到凉水里面，进来。我们今天主要是做酸菜鱼啊，哎，把它放在另外一边。鱼也被鸡婆洗干净了啊，现在我来做，我们做酸菜鱼。先用厨房把鱼把砧板都洗干净啊，不是擦干净的，是抹干。鱼肉给它片下来。其实这个做酸菜鱼的话实在是太小了啊，要是买2条就好了，但是鸡婆死活不同意。嗯，确定吃不完？是的、啊、哎呀，那么大一只鸡嘞，咋的呀？你今天要敞开胃口。嗯、啊、没觉得哪儿来。哦，那个过去上班啊，冒休息啊。把鱼骨剔下来先。这条鱼太小了。像这鱼骨啊，就把它剁成小块，把鱼肉洗一下。洗完了之后呢，能很大程度的去掉它的腥味。再洗一遍。好了，就洗2遍啊，因为是鲈鱼。
如果是草鱼的话可以洗三遍，清洗完了之后沥干水分啊，然后来调味腌制它。首先最开始就是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葱姜水啊，使劲捏一下把里面的汁捏出来，抓拌均匀，让这个每片鱼肉都吸收到刚才的什么盐呢、调料，看水都被吸进去了。打入一个鸡蛋清啊，只要蛋清打开别动，蛋清就会滑落出来，重力它就下来了。一样搅拌均匀，生粉给它裹上啊，也是给它锁住水分，锁水用的，锁味道用的，放在一旁腌制。鱼骨也是一样，稍微给它清洗一下。酸菜鱼，酸菜鱼，现在来捞酸菜。你看这差不多快吃完了，所以我今天才买了一个大白菜，一会儿把它腌进去，把这些酸菜都冲洗一下。把酸菜切碎，没想到养乐多发酵的酸菜这么酸啊。嗯，好香的味道。酸胡萝卜也给它切碎，酸洋葱也是一样，酸洋葱，这酸洋葱里面还挺红的啊。这芹菜就不切了啊。嗯，芹菜就保持原样。放在盘子里面。好，现在起锅，倒油，油肉下入鱼骨，下入鱼骨后不要翻动它，煎至两面金黄，下入酸菜，酸菜也炒香了之后下入开水，我觉得酸菜是不是有点多啊，多，这酸菜可以配米饭配面条，就说开大火把汤汁熬浓一点啊。如果酸菜颜色很深的话，越熬它越是金黄色，如果像我们这种酸菜的话，你就是多熬一下，把汤汁熬成乳白色，因为里面有鱼骨嘛。你们尝一下味道，要放点盐啊。酸菜鱼的话一定要酸啊，可以适当的再放一点白醋。煮的差不多了，开小火，把酸菜跟鱼骨捞起来，好，再开大火把水烧开，水开了，把火稍微调小，让它保持微微开，就是不要太沸腾，太沸腾的话水它滚来滚去的。下入鱼肉，下入鱼肉之后不要动它，这个时候不要动它，让它定型，已经定型了，把它稍微的拨动一下，
它剥开，好了，可以捞起来了。把这个汤来一点，撒上葱花，撒点小米辣，锅里面再烧油，把油烧到冒烟，准备好干辣椒、干花椒，好，油冒烟了，酸菜鱼就做好了。这是白切鸡的蘸料。继婆买了两种粽子，一种甜的，一种咸的，一样煮两个。大哥，啊，拿菜。哦。拿三十块，3块。哦，太烫了。哦，好烫好烫。哎呀，哎呀，太烫了。哎，太烫了。你确定这么多？把鸡摆在小德面前。确定这么多菜我能吃完吗？嗯，行。这是不是有点大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端午节的团圆饭啊。对，这个是鸡汤，酸菜鱼、酸菜鲈鱼，这个是白切鸡，哇，好大一份白切鸡啊！这是它的蘸料，这是苕尖啊，藕带，刚才买的。这就是。这是粽子、咸鸭蛋，端午节标配。对，我有点想吃那个。哎呀，不要想吃这么多好吃的，还想别的。我想的是，我的意思是那个咸鸭蛋，我上次吃的爆咸的，一脸问号。不吃咸的哈，这个不咸，快吃白切鸡。那白切鸡总是你的最爱啊。白切鸡。好，鱼也可以。那你先让我拿一个。这个不错。我天，有点咸。没有吃。好，今天的白切鸡还带血哟。嗯，蘸点这个行吗？带血能吃啊，可以。带血就代表嫩了。嗯，这个白切鸡好嫩。这个鱼太小了，我说买两条，你还不同意。你今天把这副的吃完。我觉得剁鸡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犹豫。就是剁鸡的时候千万不要犹豫，就直接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直接就砍下去。对，你要说再对准一下呀，哎呀，怎么砍呢？那砍不好，都剁烂了，毫不犹豫的。对，不是毫不犹豫的意思，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直接上。中国还得一把快刀。哼，犹豫的意思就是不管。今天这个鸡也做得好，你看，这就叫不犹豫，一坨大的。不犹豫，一会儿一坨小的。不犹豫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赶紧切。来，我俩分小的来，你戳下，你戳下面的来，帮一下爸爸来。我好，你吃下面那一坨。这下面一坨有点大了，啊，大的有点。旁边加一块小小的。你加一块小小的，你别加这一块，它是3.0。行，能替我帮我尝一下那个咸鸭蛋。嗯，皮。哦，谢谢。皮是最好吃的。哪个皮啊？鸡皮。好，来，你吃这个来。你要不要加点那个蘸料？你自己蘸啊。谁能替我尝一下那个咸鸭蛋 ？OK。替我尝啊！你说味道好不好？一般呢，我是要去拿那个蛋的。来，咸鸭蛋。别的什么挂？开挂了是吧？爹给你，哇，哎呦喂，蛋黄，哎，再给你拿点蛋黄来。蛋黄好的。好，蛋黄给小泽尝一下，里面是油。对，蛋黄，你先尝一半噻，拿一口干一个。给我加酸菜。来，酸菜鱼。妈，我要吃酸菜，哎。酸菜多的是啊。酸菜豆子，妈，这是皮蛋对吧？嗯，对。
拿一个出来。啊，今天菜太多了，吃个粽子算了。你菜多的都不得了。是因为你爸爸剪黑了。是不是要剪刀吗？不用，直接从那儿掏。不用，直接从那里掏出来，然后就，然后你就刮在那里。看这是个什么粽啊？那甜粽。说我不想吃甜粽，我想吃。这就是甜粽。那你吃个肉的吧。啊？你吃个肉的。甜粽。啊，果然是甜粽啊！你吃个肉的，你就尝一下。算了，我们全家都爱吃咸粽。按照说减肥是不能吃这个的啊。哇，还是这啥红糖吗？豆沙，你是豆沙？不是豆沙吧？红豆沙是吧？是豆沙，是豆沙，红豆沙。嗯，红豆沙的真好吃。尝过，白米没啥甜味，只有红豆沙有甜。你看刚才做饭的时候你妈妈给你煮了四个粽，现在你连这么好吃的鸡跟鱼都不吃了。我吃了，但是我是粽子最好吃，再说今天端午节嘛。嗯。哇，你也想三口一个粽吗？里面是这个了，咸粽，它不是白色，它是另外一种颜色，里面包的有肉，猪肉和板栗。板栗我也不太清楚那啥。做的粽子特别有嚼劲性，特别黏，特别有那种嚼劲。嗯，板栗和肉，板栗肉。来，把这个鸡头赏给堂妹吧。是啊，怎么舍不得给她多煮了一下。我们都吃好吃的，怎么舍得了堂妹？来，堂妹。对呀，怎么舍得了你呢？来，这个鸡头，嗯，叼走，叼走，你慢慢啃。这样子我放到手上它不会叼，放到这里你叼走来。这大了，来那个大了，给一个小头给你。好，你给他一个，你给他全骨头啊，给他找一个全肉啊。啊，来堂妹。他好开心啊。咦，哼，嚼都不嚼就吞下去了。为什么会顶他呀？他还不爱鸡头吗？跟我一样吃鸡头。跟我一样吃虾根本喂不赢我，粽子应该他不吃。好爱吃啊！这骨头给他，我剥了一个肉喂的，也就咸粽子。嗯，咸粽子好吃，好粘人呐、啊！看到没？好爱个板栗，我看看。哦，嗯。这粽子一吃哪还吃得下米饭呢？他就问你还吃不吃米饭？不吃。我也不吃，这粽子太好吃了。啊，真的好糯米饭哈。那个是糯米，糯米跟米没啥区别。嗯。妈妈，我好想养那个泰迪啊。养不了了，那个泰迪，嗯，被一对夫妻收养走了。哦，他给你发信息了是吧？哎，是的，因为我问他。他说他那个店里面也有点不太好，那个怕白天没有人管。哎，就在当天晚上，因为他的朋友蛮多嘛，来来往往的人蛮多，后来就被一对夫妻收养走了。他还给那个狗子买了狗粮、狗绳子。小的，你长大想养啥狗？他肯定是想养二哈。我养你。嗯，我觉得小的，其实二哈怪适合你的。我适合你。我适合你的厨艺。好，那你长大了之后，等你有家有孩子了之后，你就养个那个吧，养个约克夏吧。约克夏太贵了，我现在钱也买不了它呀。他说啥？说约克夏太贵了，他的钱他买不起。那你就养个马尔济斯吧。马尔济斯是什么？不，算了算了，你就养个那个短腿柯基吧。短腿就那个电动小马吗？哎。我是咋回事啊？我减肥怎么今天这么多好吃的？我怎么就吃不下去了？叫什么来？吃饭的人千万不要跟减肥的人一起吃饭。你看这打一桌子，买菜的时候，我要吃藕带，买了一大盆，然后我没切完，你还说我在那儿作秀，不给你切完。我撑下我。那买这个的时候，你因为我说两把就一盘子，嗯，我要三把。小泽是今天啊，做饭的时候你给他吃那个粽子，把他胀勺了。那胀勺。现在正常的吃不下去。我待会儿给他弄点茶叶水喝。
喝点茶叶水消化一下。其实妹妹本来让我们回实验的，因为妹妹跟小泽奶奶在实验，但是由于三天假的话，三天假时间不行，对，实在是太短，因为过去的话就得一天时间，那只能回来还有一天，对的，只能玩一天，所以我们就不奔波了。对，那就在家里，因为马上还有一个月小泽就暑假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